箴言第三章第十一节，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所以变咗，譬如施恩嗰代，尤其佢啱仲读紧书，所以变咗咧就系、是、学 LE 系好，但系绝对叮咁听都唔会系十分一级得学电脑嘅，仲要学电脑要学写 program 吓、啊，咁学写 program 咧，咁你就明话点解我话 LE 系要导致你哋能够喺脑里边 run 一次。即系净打打输咗，连你喺脑里 run 一次，由开始至结尾 run 完之后再去打，打得翻得咁 OK。但系写 program 当然复杂好多啦，系咪？仲要咧唔系净仅限一个 game 啊嘛，系咪 ？game 都好多种啊嘛，有古代，有策略，有格斗，每一样有佢自己嘅 rule 同埋 regulation。所以我成日都讲游戏规则，游戏规则。即系讲咁多年都咁讲嘅原因咧，系因为我就系用呢个嘅咁 identical 嘅呢一种嘅方向 thought。去构思任何一件事，即系我做每一件事都点解会比专家更加专呢？系因为嗰啲专家都系见步行步咁学知识噶嘛。但我一入进咗一个知识咧，我好短时间无论健身乜嘢都啊，我揾到最重要嘅 element 出嚟嘅，一定系嘅。因为我写 program 啊嘛，我当我写一个健身嘅 game 吓，咁而系最象真嘅，咁我一定会知道要加啲咩落去噶嘛。咁嗰个 game 嗰个主角一定有血液循环啊，有淋巴，有神经线啊，有。经络啦，系咪有一定有呼吸噶啦，系咪？即系如果我要象征得好紧要嘅话，咁所以我任何一样嘢咧，我当写个 game， 我想写一个有咁象真咁得咁象真嘅 game， 咁然后去尝试去睇翻嗰样嘢点做得好，同埋如果加上新嘅元素落去，佢将来会点？咁我用呢个方法理解咗关于宗教啦，关于圣经啦，关于金融啦，关于战争政治啦，系咪？即所以变咗，你见我讲任何一样嘢，我唔单止讲佢过去、现在噶嘛，我一定讲到佢将来，而将来一定中咁就系噶嘛。因为我只要用边度入手去了解咗我哋所讲嘅现实啊。咁但系全部都系嚟自咧，我当时学一个好普通、好旧嘅电脑程式啊，嗰啲写电脑方式啫嘛吓。咁所以其实呢个值得去即鼓励一啲比较仲要细嘅弟兄姊妹，其实应该学电脑。如果唔系佢哋咧。做自己嗰样嘢咧，都始终只系用翻好 basic 成功嘅定律咯，咁啊要专业咯，吓要勤奋咯，诸如此类，而唔能够话做到个阶段咧，做嗰行精嗰行，学嗰样就精嗰样，佢哋就唔识啦。但我系用咁嘅 process， 导致到我识得去揾嘅，去揾乜嘢要学，码住边几样嘢嘅变动，而去睇成件事嘅咁样咯。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穷你一世都唔会喺任何一个科目当中咧。学到我呢一种思想方式吓，咁所以变咗相对，譬如举一个实际嘅例子啊，系啦 ，Bitcoin 咁，其实 Bitcoin 呢一种嘅现象咧，当时研究啊成啊，即系我脑里边去 think 一次，即系讲当日嗰篇话，将来佢会点点点，其实喺我脑里边大概系 run 五分钟就知噶啦，但系你谂下呢啲发生咗八年后发生咗，你都未知啊，都未知将来会系点，嗰度真系疯狂啊嘛。因为当中当然有很多他的将来是要始终有些实验的。即是我懂得做某些实验，譬如那时候买个掘矿机回来，然后计算一条数。那你知道即因为是个电脑嘛，那我知道如果你要 run 这样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拿某些数值出来摆进去。一摆进去的时候，它所有 reality 一起动的时候，就会即好像等于你玩 AOE， 你一发觉它里面有的所有元素一起动，你才能够有。明白，你都要知道敌人是几时升城啊，几时打到过嚟啊，佢行边条路啊，即系互动啊嘛，系咪？即系你玩一个真系越象真嘅就一定互动啊。咁我脑咪咁 run 吓，咁但系你谂下逐样讲啊，死都得咯，真系。你同埋逐样解佢点解咁 run 啊？佢又有一个学问啦。但系你如果写 program 嘅话，你唔使解噶嘛。我讲嘅系几分钟嘅嘢咧，咪如果要解俾人听咧，就要几个钟噶啦。即以你哋能够明嘅 language 出界，系咪？即系佢点解咁做咧？佢几时会做咧？咁于是配合你呢边变，几时会啱遇到咧？遇到之后有咩发生？哇！你真可以写本小说出嚟啦，咁加法。但系几分钟啫喎，咁变咗，即系呢一种嘅专长，如果唔喺我哋教会嘅弟兄姊妹当中咧，咁佢只能够即系做一样嘢，唔能够好似呢一种而家我呢一种嗰种方式咯。咁所以变咗，阿智恩讲起佢想转 double major， 其中一样嘢就系数学同埋电脑吓。咁当然啦，因为我数学又系叻嘅，因为数学唔叻，你根本系唔能够好象真，即系你嗰个嘅 game 唔能够象得好紧要，
所以好細個已經同佢講，即係佢就算唔學電腦，我都一路監住佢，一定要佢數學叻。如果唔係，你做唔到領袖。因為我都同佢講，好似將呢啲，佢其實係減數唔得啫嘛，先搞到破產，幾低能啊！你幾賺幾多錢冇用啦，你全世界十大明星最賺得多錢都係一個低能兒啦，你加減數都唔識，然後買別墅啊、遊艇買到根本佢自己命聽佢食曬佢所有嘅收入，咁低能咁都做得到。但係越龐大嘅領袖越成日犯呢種錯，就因為一個好普通嘅數學加減數啫嘛，都仲未識，即係個 account 都未做得掂。你嘅 account 唔使用微積分啩，係咪？你即係收入與支出，但係幾多人就唔識，就因為懶啊。咁但係做領袖唔許可呢種懶嘅嘛，一害死人嘅嘛。即係一間教會一冧，你即係講緊淨係全職，你都害死十幾廿人或者幾十人嘅嘛。唔好講話平信徒。咁但係做領袖成日犯呢啲咯，就係、是、犯呢啲唔懶得嘅。即係越成功嘅人就越喺呢啲嘢懶。數學其中一樣嘢就好多人去懶啦。咁所以我常常講，你即係將來做領袖，你數學一定點都要做得好。即係我常常都會鼓勵，因為我從來唔監佢嘅。即係我常常都鼓勵佢，即係數學。但係喺數學之上再學埋電腦咧，就先至做到我做到嘅嘢。得，因為再加入埋聽神嘅聲音就犀利啦嘛。因為神會不斷佢同我傾嘅方式，佢其實喺嗰樣嘢加個元素入嚟嘅啫。佢只要加個元素，我腦即刻 run 曬，跟住將來點，我咪可以講得好。哇！似層層嘅，你見我講到係咪？因為點解？因為呢種叫做策略嘅靈嘅溝通法啦。所以點解策略家策略家就係其實就係俾佢哋能夠喺呢方面有少少策略上嘅理解啦。但係真正完整嘅策略家應該係要數學同埋電腦都叻得好緊要。咁咧神就用策略嘅靈，起碼咁同我傾偈啦。咁所以你見到講嘅任何嘢係好整全噶嘛？即係話一講富足係好整全嘅，知道神想我哋點富足。想我哋点样得到富足，得到富足之后想点，都会好整全讲晒出嚟噶嘛，而唔系见步行步咁，好似基督教咁样咧，嗰种学真理咧，死得人多啦，系咪？即系肯定佢入棺材之前都唔会经历到任何圣经里边讲嘅任何一类型嘅 promise， 因为佢本身系好每个 promise 系一定要好整全嘅理解先得到那个 promise 噶嘛，就唔能够片面，仲要喺自己无知咁底下去得到就死梗噶嘛。咁所以呢一個就即係 brainstorm 咁講嘅，但其實即係揾個機會咧，喺弟兄姊妹富足嘅時候咧，即係仲讀到書嘅咧，其實真係去修一啲數學同埋電腦啊嚇，因為最主要就係話咧，呢個係會真係會好幫助咗我哋整間教會咧，第日嗰種嘅擴展。箴言第三章第二十一節，我兒要謹守真智慧和謀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为着信不盼望，我的心不迷惘，愿信靠上帝永向前望。神话语给我指引，常陪伴照耀明朗，照亮我心中此刻热诚盼望。愿我松开枷锁罗网，便要卸去重担，除去捆绑，寻着爱得教锁，为我救主显真光，让这真光彰显荣美，将释放满载赞美，在正路奔往，爱永不死，光照耀失丧。让我于世上显灿烂真光。